好，花莲强震天王星大楼现场的最新状况还在持续的进行拆除。不过在中午，暖心的故事，有牛排店老板主动送上了30份价值300元的牛排便当，说要感谢救灾人员的辛劳。现场的最新，赶快交给记者舒涵。好多观众十点以来关心花莲强震是造成多处传出了灾情，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地方就是我后方这栋天王星大楼，是造成大楼倾斜倒塌，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拆除作业。而就在今天中午，有名非常热心的民众，他也是一名牛排店的老板，是主动送上了30份价值300元的牛排便当，要来好好慰劳辛苦的救灾人员。马上带你听一段稍早访问。因为下一看到花莲灾情非常严重，不管是很多人被裁员啊，或者是餐厅业者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。那其实我们受灾也非常的严重，就是取消了很多定位，可能延到母亲节。那我想说，就用这个闲暇的时间，就是做一些我们的便当来送给各位救灾的人员，就是希望大家在救灾之余可以吃到一顿就是好吃的便当。我们这样损失哦，至少3-4万块啊。至少30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们水塔也倒了，现在水塔大家都买不到，然后我们也换了马达，那加上玻璃清洁的损失，再加上我们水管破了，就是我们有请一些专业人员来，都花了一些时间去复苏这样。那复苏完之后，看到其实花莲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忙，那我们就想说尽一份力做一个便当来这边协助大家。好，可以听到老板是提到说，这一次地震也造成他的牛排店包括了水塔倒塌，酒瓶全部碎掉，店损高达了30万，加上营业额的损失呢，更是超过了20万。而老板也非常不舍哦，因为很多花莲人因为这一次的强震，包括有些人被裁员、店家歇业等等，所以想要好好的尽一份力，而其中更想感谢的就是救灾人员。所以老板也提到了，明天预计也会在其他地方继续发送便当。那以上是为导航这些情形，先镜头。好，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花莲的天王星大楼，重点好像被摆在了这些猫咪到底该不该救，救与不救陷入两难。相信大家也都蛮心疼这些猫咪的，也希望他们都能顺利的被救下来。但是救这些猫，当然也使得现场的拆除作业一度站一下停一下开工的有点缓慢，就是为了要保全这些猫咪。那你要花多少的人力时间成本，为了救这些猫？现在也引发了争议，我们就来看一下。今天立刻有一个冲突场面出现了，现场来了一名自称是爱猫人士的男子呢，他就现场飙骂说，建管处不协助清除路面，导致消防队没有办法用云梯车吊幼捕笼上去救猫。他呼吁大家哦，打爆电话去骂花莲县府。那当然另一派的人也非常的不开心，你在这边乱什么，理性一点好吗？救灾人员已经够辛苦了，这么厉害你自己不会去清吗？根本是来添乱，有本事你就自费请人去救猫，一直在现场干扰干嘛？好，立刻冲突的场面今天已经慢慢的浮现出来了，这些猫要怎么救，花多少成本去救。那现在呢，花莲县府被他号召去打爆嘛，还真的有很多民众响应哦，说现在呢打过去哦，经常是在忙线中，可能真的接到了很多不满的电话。那当然住户是最心里五味杂陈的，他们也不是不想救猫，但那是他们的家园，还是希望能够清除完毕，不要让那栋围楼继续的存在。他们每天是过得心惊胆战，有家归不得，所以呢，他们是求求拆除人员不要停止动作，说没有人帮我拆家了，以后谁要帮我拆？那以后继续拆，这些钱谁来帮我付？他们已经没有钱了。一个更令人惊讶的画面呢，是这位哦。女住户，她也是女主委，她呢一度情绪激动，现场居然是吐血倒在地上。好，已经被这个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，也希望她平安无事。那这个到底要不要继续拆，要花多少的成本来救猫，这到底要怎么取舍平衡呢？来看我们的官员怎么说。官员的定调是，民众如果需要取回财物，像是猫咪当然也是他们的财物之一，那指挥官会判断一下情况之后，如果呢状况允许的话，当然就会先暂停拆除作业一段时间，
但是如果时间不等人，现场情况真的没有办法再等下去，那最大的考量还是优先拆，考虑得到是的公共安全的问题还是摆在第一。那拆除动作官方的定调会继续进行，认为这样比较恰当，避免引发更多的公共危险了。里长他是也是站在这个住户这边，认为猫咪那些的应该是次要，最主要的拆除作业应该还是要持续进行。那里长现在也跳出来说，来吧，都骂我没关系，他一肩扛。他也主张应该要正常的这个按照程序作业来持续的拆除。爱猫人士他呢，因为现在也有点被另一派的人骂爆，那但是他也有他的话要说。他说他绝对没有意思要去干扰任何的拆除作业，他现在比较在意的是原本说好呢拆除作业的空档，让这些爱猫人士用一些方式在上面放诱捕笼，但原本讲好的之后跳票。他说他在意的是翻车，原本答应的结果事后当没有这回事。而且呢，他说好像现场他被当成了箭靶，在媒体面前说谎针对他。好，今天看到的是两派的争论，今天就浮上台面了。猫到底要不要救？该怎么救？我们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冲突情况。没有人帮我拆除，以后谁帮我拆除？谁帮我拆除费用？我们没有家，我们已经没有钱了。我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，你早帮我拆除，晚上还要接到来救猫的电话，我每天跟里长在一起，我情何以堪！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那你可以用，你可以用柔性的诉求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叫他们打电话给县政府？县政府已经很忙了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想请问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你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大家都已经那么忙了，你用这样子的方式，你觉得对吗？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忙，没有错，好不好？都没有错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在上面这样子，为什么一人打，请打电话，每一个人打电话县政府？县政府的电话被打爆，可是我觉得你用这样的方式就不对。那请问我们应该是不是有党籍吗？来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刚才是刚在现场的录到的情况之下，路面是完全不会影响到他现场的过程，监管处可以。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你是土木技师吗？我当然不是啊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场土木技师，我现场问消防人员嘛，前天可以用的，消防人员谁敢上去？好，现场画面就可以看到了，爱猫人士和救护人员是杠起来。爱猫人士指出，大楼中还有猫咪，救护人员必须要上去抢救，而救护人员则直呼那个倒塌的大楼这么的危险，到底要怎么救？好，据了解，天王星在倾斜之后，原本内部是有5只猫咪受困，目前还有3只猫咪等待救援。爱猫人士也号召要网友打电话灌爆花莲县府，而天王星大楼主委王女士是倒地痛哭，也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人，他直呼要拆除工程尽快的进行，现场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。好，那其实不止猫，还有鸡嘛，在九楼顶楼的这些鸡，那今天也是有新的消息传回来。昨天的消息是有爱心人士啦，哈，外送了一些青菜，说要给这些鸡空投给他们吃。那因为拆除的作业还在进行，就免不了会惊扰到这些鸡只啊，果然飞起来了，有3只鸡被拆除声吓到，直接从顶楼飞跳而下。那其中呢，看到了有一只鸡，它是卡住，原来被倒挂挣扎。好，这个我们也有现场的画面传回来，来看一下哦。这个天王星大楼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时，这个大钢牙在挖到顶楼的时候哦，原本在上面漫步的鸡群是都变得很紧张，缩在角落，不断的拍打翅膀，惊慌失措乱飞。那目前有4只鸡处于飞走逃离的状态，其中一只鸡在起飞的时候脚还被一条线给缠住，整只鸡是吊挂卡在半空中，让观看画面的网友都频频惊喊好危险。而其他3只鸡则是飞到了低楼层，暂时脱离了危险的地方。好，这个鸡的主人他现在也承受蛮大的压力哦。其实鸡还蛮早就被发现的，但是呢，
机主人他一直默默的不作声，因为他说他一开始的考量是希望不要去干扰到任何的救援工程，想说这些机很心疼，但是可能也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了。那现在呢，反倒被网友来质问说，机主人你那时候逃的时候为什么不救机？所以今天机主人也火大喽，还难得的受访，他也还原了一下内心的想法。他想请问大家，强震来袭时他要怎么救？他说呢，救这些机你不如就发起一人一餐少吃一口鸡的运动，救下来的鸡都比天王星这些鸡还要多。好，所以啊，一下猫一下鸡的，现在动物救援好像也被开始讨论到了。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，因为很多宠物其实对我们人类来说也是一个家人。那现在呢，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发起联署灾害防救法，是不是也应该要纳入动物救援？不只救人，也要救一救这些动物。好，这是关于天王星这些待救动物的部分引发的一些讨论，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，看一下你的观点是什么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危急的现场是呢，现在已经堪称是整个花莲震灾以来反而是最难进入的一个灾区，还有人受困待救的就是仁和矿区中和矿场。现在说现场已经飘来了一些异味，还有引来苍蝇飞舞，大概已经确认到这名肖姓工人他大体的位置了，但是呢，必须等到怪手到场才能进行开挖。好，那这次的矿区其实地形非常的险峻，都不利救灾，而且呢，每一次余震都会有落石掉下来，再再都影响到了救灾的进度。另外呢，当然也是各界关心到的那一对新国夫妻，昨天的最新进度是大概有目击者来一些指认的说法，应该是确定他们是在哪一个位置，当然初步研判也应该都是被巨石掩埋，但现在也还在持续进行搜救找人。好，来看到这个花莲天王星大楼。好，回到这个天王星大楼来看一下，拆除作业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七天了。那原本是说两周之内应该能拆除完毕，但现在冒出来还有三猫九只鸡仍旧没有脱困。那么建设处表示呢，因为有公共安全的考量，大体来说并不会因此停止拆除作业。而现场的最新情况呢，舒涵也有一些最新的消息传回来，我们来听。好，主播观众，持续带你来关心天王星大楼最新的拆除作业的进展。现在是持续在动用大钢牙来进行拆除，而在画面中您可以看到，现在呢，在画面中右上方的地方就是八楼，而今天也预计就会拆除完七楼。不过大家其实也非常关心的，就是里头仍然是有三只猫以及鸡，而这三只猫呢，有包括这一次不幸罹难康老师的橘猫。不过建设处的处长就有提到，因为现在有公共安全的考量，仍会边拆除作业，不过呢，仍然会边注意猫的身影。至于在顶楼本来是有十只的鸡，今天早上有一只公鸡是飞了下来，成功的脱困。那马上带你听一段饲主的最新回应。所以我们是很想好好照顾他们的。啊，我跟你说，那时候都已经倒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鸡在平地的时候我都抓不太到了，那么会跑哦。对呀、啊，什么叫做为什么不救鸡？你救得了吗？你我现在放。可以听到饲主是提到说，这些鸡光是在平地就很难抓，所以也不敢多奢求什么。而且昨天有民众是叫外送送上青菜，请中天的记者空投到大楼给鸡。今天又有外送员收到了订单，而这次是写上青菜给鸡吃，肉给猫吃，牛奶给记者喝。忙带你听一段外送员的稍早访问。是按完了才知道，不会很好笑啊？我觉得还蛮有爱心的大家。对啊。他备注了什么？就是菜给鸡吃，肉给猫吃，牛奶给记者喝。另外也带您来关心在沙卡当步道的搜救情形，因为现在仍然是新国的夫妻失联，而搜救队今天也是六个人带上一只搜救犬到步道的2.2K 处进行搜索。而画面中你可以看到搜救犬 Hero， 它是在石头附近嗅闻，忽然间它是跨过石头，默默地滑进溪里面游泳，熟练地滑动四肢，过了一会才再度地投入搜救任务。那以上就在花莲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，先镜头转棚内。
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